OK， 各位，我现在人又在新生桥了。那其实今天来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地，就是等下所有的篮球 YD 啊，都会在这边齐聚一堂打球，包括 Like Mike、球给彭尊、黄世伦，还有小夫，他们几个很有名的 YT 都会在这边打球。好，那我旁边其实有一个篮筐，可以让我先在这边热身一下。等一下等他们来，我再继续拍给你们看，好吗 ？OK。耶，彭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彭尊，彭尊。今天来到就是要挑战的地盘，我是很怕啦，好不好？不要那么夸张。好好帮我剪，好不好？剪开就好。他真的跟那个影片上面一样帅啊！真的是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哎呀，我关中男生，你跟他们讲这个。OK， 那我们等一下就会上去小打一下，好吗？没问题。OK， 去找一下，这样。OK。好，给你介绍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世伦。那其实我的特点就是跳的比较高一点。然后如果大家喜欢健身或是对于爆发力有兴趣的人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不定期会发出新的教学给大家。那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来这边打球，然后希望今天可以正常发挥就好。正常发挥。好，那还要讲一个，就是之后可能我会跟世伦合发一个计划，就是让我的爆发力训练。应该说我的爆发力可以更强，增加他的爆发力，因为他说他算是这个身高跳比较高的，那希望可以借由一点点简单的教学，让他增加一点点。那在这个过程也是可以激励到大家，带给大家正确的观念，然后希望也可以帮助到大家这样。对，就是请世伦当我的弹跳教练。对，那大家拭目以待哦，期待今天的表现。OK， 那就先这样喽，谢谢。OK， 在我旁边的是 NRJD 篮球 boy 的。德恩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德恩。那希望今天可以一起搭配，然后下去打一个精彩的一些好球。没问题，我们等下就同框卡一下。OK， 可以。那先这样。哎，又没，很常看那个就是要很看，有很常看，最近出了很多很热血的，连看都每日三更半夜看都想冲出去打球。好，谢谢谢谢。
现在下来休息了，刚刚脚真的超痛，就几乎没有办法跑或防守那样，所以我刚刚都是苦撑在打每一场。哦，那今天篮球深夜就到这边准备结束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哦，对了，那也记得去订阅红尊啊、Like Mike、黄世伦，还有 NRJD 篮球 Boy， 还有小夫的频道，好吗？他们真的是都很厉害，然后都会有不一样题材的篮球影片会陆续上传，好吗？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准备结束喽，拜拜。